这些比赛就挣你们钱的。我天啊，还有什么事啊？有事要跟你商量一下。怎么了？就老师发了马上也赶紧比赛了。什么关键比赛啊？现在后面就比嘛，然后去北京，是一个海伦杯的。啊，什么海伦杯？他这个比赛那个比赛？毕竟现在不正在谈嘛，那去锻炼一下嘛。每次报名都好多钱，锻炼啥啊？去看我们的世界啊！你既然都学起了，你肯定也比赛也要参加呀。没必要。那河北市的比赛不参加，你要想去参加北京就没机会嘞。我感觉这些比赛就挣你们钱的。但是去年去了，看人家大师谈，必然能学到知识嘛。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燕燕虽然说努力，但人家谈得更好啊。这都全国性的比赛。算了算了。算了，但是你没问过小孩呢，小孩子谈了长时间，他也不想去呢。对吧？河北反正比赛没多少钱，我觉得河北先报着吧，到时候北京我们再商量，你觉得呢？那回头我问他吧。你去问问他，他那个愿意。儿子啊，冠军比赛你想参加吗？想啊，我想再获得一个奖杯。你不一定能获得奖杯。那我也想去呀。我也没想去啊。我就是想去。但是高手很多哎，到时候肯定很紧张哎，怕不怕？不怕，我努力了，失败也没关系。我想得奖让妈妈开心，妈妈只得一个奖杯，我要让妈妈多学习学习我。行吧，那我给你报了，要好好念呢。好。别把钱浪费了。嗯，现在就去练。你儿子说去，你给他报吧。我已经报过了。那你跟我说什么？现场合作是吧？是的。行吧，你小孩出去锻炼锻炼也好，见见世面。爸爸给你开心，开心吧？还行吧。你看看吧。